给家吃，你定一下，然后我有我的打算。当场你这表哥啊，你这八月十几日？9月20，我有个八月份，不是我有个七月份吗？你9月20啊？嗯。阴历。嗯。那不是，那你周六生日。哎呀。周日我婆婆生日。你得那这那个阴历。是我阴历9月20。阴历9月20日生日来就对。我87年11月11号嘛，那天正好是阴历9月20。那不在这儿。月是7月20是阴历。是我有个七月份，比我大了。那你就是周六那天。嗯。然后周末是我婆婆生日。看你说活能干完了就消停，活干不完了那就没招了。明天上午二姨说苞米这边苞米能整完。明天上午去咱去水里回来，我都得几点？我还不能先走回来，我得帮。不用去了，说打完我自己去就行。嗯、那放屁呢！我能不去？那三叔还告诉我，那你得去，你不去那还有人不去。我也哥还不，我也哥明天早上能赶上不上？没有干活的。给大嘴巴羊，我说你又吃了一顿饭，大耳朵钱不行啊！我说你还睡个正好，我说你这饭吃不吃？哎呀，我说挣点耳朵钱呢。这今儿一天累的，吃饭吃能回？不是，我说你这一顿饭吃不了人家。我说你挣点钱，这天有的都没有什么，就是对我俩要指出的没有了，是不是？兄弟姐妹们，是不是没有？我先等你一顿饭，我说你没一个加班累了休息吧，没有。没到点，没事，几点？几点？好，行，开始惩罚。亲姐，三个五二零要打我的票吧。嗯，来，拿脑瓜崩来，我姐能看着。脑瓜崩。我姐能看着，他脑瓜崩，快什么脑瓜崩？快点的。你有病啊！我姐这样搁这等着呢，我姐钱不能白刷。等会儿我算一下多少钱。嗯，1500票呗，除以六六。都别睡着来。快点。去开开会还他妈来一顿打二三下，二三下，快点！你真磨叽呢。我不用拉一下着。你还拉什么玩意？我这票都刷完了。对不起，谁那儿？你别谈。我要谈好了话，我提个意见，嗯、别谈我这边。嗯。因为我扁桃体发炎了，你给我镇着。嗯。嗯。行，就谈这面。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, 21, 22, 23。想不姐？爸爸想不姐？想好了，我姐还能再谈一会儿。这瓜保熟吗？这瓜短短的。挺好，是吧，姐？开完了，开完打我了。开会你又没赶上，就是说，重要会议时候你赶不上。有没有人帮我，让我谈两下？我都好长时间没练了。到我班了，到我班了，哥姐们。到我班了。